本来想带你们去里面看的，但是今天好像有节目不能去。哦。我们偷偷进来。要么小时候常在这里玩。有没有像就那种动画片常出现的场景？我很喜欢这种场景，你们也喜欢吧？宫崎骏应该在这里拍片。很清晰吧？大家，龙猫多多罗应该在这里面吧？那我进去找一找龙猫。到这样的地方，其实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很漂亮的风景景色，但是我们现在找就是在哪里可以看得比较完美。走，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看风景的地方。大家注意咯，那里可以看到海，还有就是日本的吉屋大姑住宅。哦，还有电车，哈哈，我们现在山上，我们现在山上。天哪，这根本就是宫崎骏的世界，还有新海诚。哦，クワガタ。後ろから見たら。